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玩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。那这关其实做个记录啊。那之前的《封神仙境》呢，还有一个火封神的 S 爪还没有打完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就用八龙队轻松通关吧。好怀念以前的队伍。像现在的队伍基本上都是随便转都会过了。哦，以前实在是打得很辛苦。对，自从那个上一次不是可以一抽入魂吗？然后那个时候想说抽一个把八龙抽起来，我真的觉得八龙有够好用的。因为上次那个欧洲卡片有。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没抽几张，而且很难中。应该不用洗技能吧？应该不用洗啊。然后火风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更进一步的进化。啊，忘记了弓前盾。好，碾过去。哎，刚那一个。哇，这攻击力太轻松了。像大家都在打天竺系列，结果我在打封神系列。这样嘛，以前太懒了。这些关好像没过。哦，好轻松哦，我的天哪。封神是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了吗？你忘记了。哦，这个比较难打耶。哦，现在都好轻松哦，天哪。就是最近不是有出那个宙斯复刻跟奥丁复刻吗？然后以前我朋友跟我讲说，他抽到道罗斯，然后直接碾爆。然后他说他以前完全没有去打莫焰级的，因为打不过。实在是哇，实在是变化成这样，感叹啊！不过以前那个挑战，老实说其实蛮好玩的，就是倍率不高，可是大家就是。很认真在研究队伍要怎么通关。哦，那时候真的很疯哎。这个两秒长出。两秒长出太极限了啦。
好，这边开一下暗公司吧。哦，轻轻松松。巴龙那个直接先攻击一次，那个就已经够秒杀对方了。哦，90%。哎，没装好。怎么有点蹲的？还有两关，共生。简单呐、啊，这个是好。好，最后一关。好，够了吧？啊，可以啊，够了。敌人只受到强化符的攻，这个简单啊。虽然现在没有强化符，可是等一下就会有了。那、啊、全开了啊。啊，有没有直接掉暗强化？太简单了啊！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以前关卡这么容易就被虐了。耶、yeah, ，有一个魔法石了。耶、yeah, ，通关成功。哎、欸，没有魔法石哦。没有魔法师，我还有油欸，打完 S 船没有吗？青春哦，好啦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也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